走健康之路，做健康达人，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之路，欢迎现场的一百位观众，欢迎你们。今天介绍两位新朋友给大家认识，首先我们掌声送给青年歌手张小棠，欢迎他。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徐瑞。小林好，大家好，我是徐瑞。舞台对面是我们的何家何博士。大家好，我是何家。今天的重量级嘉宾我们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的李明副教授，欢迎李教授。大家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吃，民以食为天啊，这个吃现在都讲究了，要吃营养，吃健康，要吃出门道来，哎，所以咱不能胡吃海塞，吃成一大胖子。而且说病从口入嘛，吃不好还容易得病，那怎么吃呢？来看看题，第一题。第一题直指人心呢，这道题简直对我来讲完全是一种折磨。吃以下哪种食物最影响食欲？我要提前讲，影响食欲意思就是你吃了它就不想吃什么了，不是说让你食欲变得越来越好。第一吃苦的，第二吃冷的，第三吃甜的。现场一百位观众拿起表决器，请表决。如果每一次表决都跟我们专家推荐的意见相同，就是我们的健康达人。来，各位请表决。来，徐瑞，哎呦，但我觉得首先把冷食应该排除掉。为什么？你看我们去吃那个边吃饭的时候，吃火锅，来一罐冰的可乐，对啊，哎呦爽，对啊，喝点啤酒，哎呀开胃，当然了，对吧？冰淇淋火锅没有一个吃烦了的，然后又解腻，越吃越爱吃。其实我现在因为在应该在苦食跟甜食之间选，苦和甜啊。那这样我们先问问小唐，苦和甜你会选什么？我要是比如说我要吃了苦的东西，我会马上想到，哎呀太难吃了，要吃一个别的东西去。所以你认为是苦？甜东西，我认为是甜。我不认为是甜的，我吃多少甜的我都不腻。不，我吃完黏的甜的以后，我会觉得太腻了，那就是饱了，不想吃。那是你个人的吧？喜欢吃甜食的请举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道题说实话我跟他还真的就一致了，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理由在哪儿呢？叫餐后甜点，对不对？为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这个甜的吧，它吃了以后它会影响食欲，怕我们吃多了，所以放在餐后吃一点，哎，将饱未饱的时候吃点甜的你就饱了，要不在餐前吃吧，你就 hold 住了，你主菜就吃不下去了。看看现场观众怎么选的，来，哎呦。哎，大家都那么喜欢吃甜的，看看专家给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请看。有些阿姨不同意这个观点嘞，我跟你讲，来，有36人，对不起，请灭灯。啊，不过说实话，真的，为什么甜食能够给人带来那么多的食欲上的快乐，然后反而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呢？李教授来解读一下。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人饿了想吃东西，那么起源于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空虚了，这是一种物理上的基础，空了所以就饿了。第二点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血糖降低了，这是一种化学上的变化。哎，所以李教授，我就不相信你们一看这个你们能影响食欲，我现在口水都流出来了。对啊，所以你吃一块以后很快就饱了，所以你其他东西你就吃不下了，吃不下别的了，会吗？啊，对不对，李教授？会腻住。你说的跟吃一块甜的这个东西是两个概念。当我们看饿的时候，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自然会刺激我们的大脑想去吃东西。对啊，这和你吃了甜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两个机制能够让我们饿，但是如果你吃了很多甜的东西的话，我们的血糖就会快速的上升，这种上升导致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不太想吃东西了。我们的大脑已经认为哦吃饱了，我们的大脑认为足够了，所以就不会再去想吃东西了，这就是甜食影响食欲的一个重要的。李教授，那我请问一下啊，那吃进去那么快我们血糖就能够感觉得到吗？对，因为你吃进去的甜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糖分啊在我们的人体内消化吸收是非常快的，通过我们的胃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促进我们的血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头看到有一些低血糖的病人，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简单，含一块糖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对，这糖可能根本就没有咽下去，通过它的口腔啊，通过它的黏膜啊，把这个糖分一吸收，马上血糖就正常。哎，那我有问题了。现在他们女生都爱美爱瘦嘛，不敢吃嘛，对，巧克力啊什么，哎呀，吃点甜的呀，热量很高。对啊，那你按照你这个说法，我们在吃饭之前吃点甜的，马上就感觉饱了，就不吃饭了嘛，就所以吃甜食可以减肥嘛。是啊，我觉得是跟啊，我觉得你说的，你再说一遍，你很负责任的对我们仨再说一遍。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如果在吃饭之前吃一点甜的，就会使我们的饭量减低，食欲下降。但是就怕有人吃完甜的以后还照样去吃这晚饭，把晚饭还都给吃掉。对呀、啊，我就是白糖拌米饭嘛。说你白糖拌米，哎呦，你们家日子过得太惨了吧？白糖蘸米饭拌着蜂蜜吃嘛。哎呀，奇怪，我吃完甜的我更胃口好啊。所以你现在就那样体型了吗？嗯。甜能让人有迅速的产生饱感，让我们觉得不饿。而且能够产生这个血糖升高了以后，就像你说的，产生很多的能量，因为我们人体所消耗的能量第一位的就是糖。会不会有人吃了凉的也不爱吃？有没有？就是吃了凉的东西之后就没有食欲了？不会，有吗？当然不会。为什么？凉的是刺激性的食物，刺激性的食物进到胃里以后，胃肠道的蠕动会加快，你就会更想吃东西。各位叔叔阿姨们，吃了凉的以后就马上觉得不想吃别的东西了，有没有？来，您拿麦克风说。我觉得吃完凉的就伤脾胃，所以脾胃一坏肯定就吃不下去那个东西了。你看看有这种情况。吃完甜食我觉得不影响。哎，有这种情况吗？李教授，吃凉的呀也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咱们说的吃凉的呀不是说大量的快速的，比如说咱们拿一个冰可乐什么的，冰水这样喝进去，喝完了以后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再想去吃东西，因为这种急速的刺激太强烈了，让我们觉得这个胃里头不舒服，胃里头满了，黏膜缺血，所以这种刺激太强了。我们所谓的凉的呢是吃一点凉菜啊，吃一点凉的这种蔬菜呀、水果呀等等，它不就那等于是开胃，开胃，那吃完更想吃了，对。但是现实当中有一种人啊，大家知道说吃苦的可能对身体好，什么降血压等等，什么清血脂啊，说吃苦瓜好。我们这儿也有说苦食嘛，苦瓜如果不想那么苦，可以用水焯一下，冲一冲没那么苦。但有人说别，千万别，我就爱越苦越好吃。这个吃苦食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吃得太苦？吃苦的呀，实际上对人体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苦呢可以调和脾胃。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盛夏酷暑的时候，那么食欲不好，这个时候往往就会说你吃点苦的，炒个苦瓜，那么吃完了以后你就会有食欲，因为它对我们的脾胃有滋养的作用。嗯，但是苦的呢又是一种寒性的食物，所以不能吃得太多，尤其是脾胃本身就虚弱的人啊，吃太多的苦的反而会引起一些腹泻啊，会引起一些消化不良的这种表现。嗯，哎，你喜欢吃苦瓜吗？我特别爱吃。哎呦，说的这个炒苦瓜呀，四川的有一种豆豉，拿苦瓜炒豆豉，是吗？哎呀，咸咸的，苦苦的，后味无穷，吃完之后满嘴生津啊。豆豉也可以炒苦瓜，哎，四川非常地道的一种做法，干煸苦瓜，吃点苦瓜好，放要多吃蔬菜，甚至有些人知道说多吃粗纤维的蔬菜好。粗纤维的蔬菜包括什么？大家来说说，芹菜，竹笋，竹笋，还有什么？藕是吗？韭菜，没错。韭菜，藕。还有什么？藕。藕是粗纤维的蔬菜吗？也算。也算。还有一种没说，大白菜。大白菜，粗纤维吃了对身体好，但是有些人烦恼说这粗纤维的东西老咬不断啊，尤其像我们这个牙口不好的。对，后半截都到胃了，前面截还在外头呢。对啊，而且你这有时候很尴尬，你出去吃饭，你出去吃饭的时候，别人到咔吃，你吃点芹菜嚼不断，你说你是吐了好呢，还是硬咽进去好？容易导致呕吐，很麻烦啊。所以吃芹菜有没有好办法呢？各位请看，芹菜怎么吃既营养又好吸收，既营养又好吸收。来，请看，切成段儿。切成段儿啊，切成丁儿，榨成汁儿。切成段儿，我解释一下。现在咱们买芹菜哈，有那西芹或者那种，就芹菜都特别粗。一般呢，我们是这样竖着把它改一下刀，然后啪啪切成大概一寸。这你看就会做饭。那当然了，芹菜的营养，我觉得这么分啊，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它那个纤维吃到肚子里它能够有通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维生素啊什么含量丰富，就吸收进去对身体好。所以首先榨成汁儿，你说那纤维吧全部都已经榨碎了，它就不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对对吧？那切成段儿呢，你这么想，你切成段你那筋一咽不下去，不好嚼，你就只有把它撕掉，就吃不进去，也损失了那个芹菜的那个那个粗纤维，所以只有切成丁儿，切成丁儿它又能够吃那个纤维，哎还能够吸收，我这么想的啊。那我选 A 吧，因为我妈妈给我炒芹菜的时候都是这样切，切成段，切成段，对，直着切可能就芹菜梗能吃，叶也别浪费，降血压蒸饭也可以。我们先看看大家怎么选的，好不好？来，先看看大家怎么选的，请看。支持切成丁的人最少，这是徐瑞选的，然后切成段24人，30个人被榨成了汁儿。那我你改吗？那我不改，我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不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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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是吗？对，不改是吗？广告之后告诉你答案。来，欢迎大家回来。芹菜大家每天都在吃，而且知道粗纤维的蔬菜呢，对我们的身体营养比较好，尤其比如说可以预防大肠癌，芹菜非常的有好处。那么到底怎么吃既营养又好吃呢？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哎呀，我受伤了。你应该感到高兴啊！你答对了，你这么好的朋友又答对一道题。答对了。好了，这一道题的杀伤力非常大，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完全被颠覆了。所以对不起，我们有54位观众，请灭灯。每天大家都吃芹菜，为什么切成丁反而又营养又好吸收呢？来，请何家博士通过实验告诉你，有请。好的，小磊。那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这些食物啊，这里面的营养元素呢都是一些很大很大的分子，它必须要和我们的消化液充分的这个消化吸收，还有被这个胃碾磨之后啊，它才能够被人体吸收。你看变成小小的分子之后呢，才能够变成我们身体里的营养物质。所以回到这道题上来，为什么说芹菜啊切成段儿、切成丁还有榨成汁儿，一定是中间的这个切成丁的情况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也是营养最好的呢？原因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切得太粗啊，那么不容易把它嚼烂，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等我们把这盘芹菜嚼完，那桌上的这个肉已经都没了，所以你就赶不上吃这顿饭。那么为什么榨成汁儿又不好呢？榨成汁儿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可以凑近了看，我手里的这碗汁儿呢，其实它已经榨过了之后连一点这个食物的渣都没有了。其实在这里面啊，特别是纤维素的成分已经被当作这个渣给它扔掉了，这个是首先第一个最不好的。第二个呢，在这个芹菜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啊，还有一些还原质啊，比如说像这个维 C 这样的一些物质，而这个食物的分子里面本身它就是含有一些促进氧化的物质，如果我们把它稀里糊涂全榨成一碗汁儿，然后呢通过氧气的作用，它本身就可以把它氧化掉，所以呢在我们吃到人体以后呢，它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就小了。所以相对来说啊，我们把它切成这样的丁儿呢，既可以保存这个营养成分，同时呢又可以帮助我们咀嚼，可以充分的和这个消化液充分的作用，因此就最适合我们的吸收，也能够保存营养了。所以这道题我们推荐的正确答案是切成丁。好了，小磊。好，谢谢何家。其实综合一下，我们会发现不一定是让你切成四棱的那样的丁，你只要想办法把它的长的纤维切短。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要不切成那种小丁，还是按以前的那种段去切，我多嚼一会儿不可以吗？对呀，营养还会消失。对呀，我们干嘛非得要切？我们嚼一会儿不行吗？并嚼碎不也行吗？可以的。怎么办？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们中国的这个古训里头就有细嚼慢咽，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食物在嘴里头充分的给它嚼好了，嚼透了，嚼碎了。这不仅仅是能够让食物变得细，而且呢还能够跟我们的唾液很好的搅拌起来，有利于进一步的消化和吸收。所以细嚼慢咽是一个吃饭的非常非常好的习惯。所以您建议，如果你不切成丁的话，就细嚼慢咽。对，用的是就会，但是会出现何家说的情况，当你把芹菜吃完的时候，发现连单都被买了。
我觉得不光是芹菜了，粗纤维的蔬菜可能。粗纤维的蔬菜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细嚼慢咽的话，这个粗纤维你直接咽下去了，那么就要靠我们的什么呢？靠我们的胃把这些粗纤维给它研磨、研磨碎、消化了，所以就会增加我们胃的负担。所以很多胃不太好的人特别不愿意吃这种粗纤维的蔬菜，就是吃完了以后反而胃里头不舒服。嗯，哎，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啊。那你说就是人的这个胃啊，它是智能的吗？比如说它是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已经消化好了，我才把它弄到小肠里去呢，还是说它只是按规律在那个时候蠕动，蠕动一会儿它就放走了？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太有意思了，我以前没思考过。对了，胃是会识别食物用不同的时间消化，还是说每次工作30分钟，30分钟之后走人？我看你怎么答。今儿不是要难倒专家吗？是吧？看你怎么答。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通常我们的胃啊是需要4到6个小时把胃里面所有的食物都消化干净，推送到肠子里面去的。那么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把食物磨碎，变成一个食物的一个球，混合起来，跟胃液混合起来，变成一个球，推送到这个小肠里面去。那么刚才我说了4到6个小时，那么你是希望它4个小时就很好的把食物消化完呢，还是需要它很费力气的需要6个小时才把食物消化完？那么就看你吃进去的东西了。如果你吃进去的东西纤维很粗很嘈杂这样的食物，那么它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因为它不能把食物给裹成一个球往下送。哦，就是说这胃吧，它还挺智能的，它是很智能的。它就是说它可劲儿干，说实在干不动了呢，那也没办法，走你，对，是吧？今天既然说吃说消化，下面这个题，我不相信徐瑞能答对，来，请看。以下哪种吃法最影响消化？你刚刚不是问消化吗？工作4到6个小时吗？胃虽然是工作4到6个小时，但是在胃工作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你干的那件事会影响消化的。边走边吃，两个人聊着天，边生气边吃，很多女生爱这样。我不要理你了，是吧？端着一碗那个卤煮，咔一边走一边吃，都占了。边喝水边吃，有人有这种习惯，徐瑞有吗？有，这很正常嘛，好多就吃的东西有点腻啊，你喝点茶呀，喝点饮料啊，对对对，边喝边吃，不是喝酒啊。来，各位，这道题也很有难度，10位观众拿起表决器，请表决。好了，来，10位已经表达完了，我们简单的解决一下，气大伤身，别说吃饭了，对身体都不好。第二一个，边走边吃一定影响消化，你老不停的动，没有血液都在腿上吗？对啊。第三一个，你喝水冲淡胃液嘛，刚才专家讲了嘛，要胃液参与消化。这仨都有问题，所以徐瑞还有小唐注意这个题有一个字儿，最最。哎，对了，阿姨们都说对了，最影响，这三个里边有个最影响。小唐先来。小唐，我觉得边生气边吃东西不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一个什么玩具没给我，我爸爸就说等会儿再吃饭，就是生气呢不能吃饭。消化跟吸收是两个概念，边生气边吃的话，它也许不会影响消化，它影响的是吸收。为什么？你在情绪压抑的过程当中啊，你吸收不好。那边走边吃跟边喝水边吃，我觉得小磊刚才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边喝水边吃冲淡胃液，冲淡胃液直接影响消化，直接影响消化，对吧？边走边吃它没有那么厉害，就血液在胃里，没错，它也在腿上。其实呢，但那我走了我还动了，帮助食物搅拌了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边喝水边吃应该是非常影响消化的。我也支持这个。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么举个例子，徐瑞喜欢喝茶，有时候大家会有这种经验，吃饭之前可能大半杯茶没喝，然后你夸夸喝了，过一会儿再吃饭突然会觉得没胃口，或者吃完之后老觉得半天下不去。哎，来看看现场观众是如何选择的，请看。3-4-3，非常平均了，支持边生气边吃的多一点点啊。他们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周瑜、林黛玉这些历史上著名的爱生气的人。那气那么大有什么好？但是他们不讲科学。周瑜把自己气死，林黛玉把自己给气死了，是吧？边喝水边吃，边走边吃。那么这道题专家给出的意见会是什么呢？来，各位请看。
哎。我先看看这四个人是谁。67号、40号、23号、13号，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我非常同意徐瑞的观点，他影响的是吸收，说话跟吸收是两回事吧？消化跟吸收是两回事儿啊，但是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不能够把它完全割裂开，因为我们的人体在消化的同时吸收着，吸收的同时也在消化着。那我吃了黄瓜，它在胃里呢，那小肠里它怎么吸收呢？傻呀，我被你骗了，胃也可以吸收的。对，胃也可以吸收一部分营养。小肠吸收的是养分，大肠吸收的是水。哎，再说一遍，重来，我说大肠、胃吸收，小肠、大肠分别吸收什么？大肠好像是水分吧。大肠是水，还有少量的维生素跟糖。少量的维生素，对。啊。小肠是吸收的主要的部位。那么吸收我们人体大量所需要的氨基酸啊、糖啊、脂肪啊等等，胃呢吸收的呢主要是一些水啊、维生素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酒精。为什么说喝酒伤胃？就因为酒精是在胃就被吸收了。哎呀，我们两个一知半解的半瓶子醋被自己忽悠了。大多数人的常识是生气吃饭不好，为什么？我们想知道。因为咱们的常识就是说，在饭桌上不要说孩子，为什么呢？不希望孩子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么影响他的这个消化或者吸收。原因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人体啊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什么的统一领导下呢？在我们的大脑的统一领导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选项，只有这一个选项是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的中枢司令部受到了影响，那么可能他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适合吃饭，所以他会对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个人体的情绪都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这种情绪是对消化和吸收影响最大的一点。哦，那我们也没说错啊，你边走边吃也影响啊。对，边走边吃和边喝水边吃都会对消化和吸收有影响。分别有什么影响？边走边吃啊，我们的血液集中在我们的骨骼肌上，没有到达我们的胃里面，没有到达我们的胃里面，那么所以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边喝水边吃，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它会冲淡胃液，尤其是喝了很多的水的情况下，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引起我们的消化吸收不良。但是最影响的应该讲是边生气边吃。有没有习惯，比如说最影响的是边生气边走边喝水还边吃？小孩生气了对马上回家边走边喝口水，还有水啊、哎、就是、哎、呦，这种情况我们设计一下，就是一早晨起来急急忙忙要去上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被领导骂，然后你手里还拿着早点啊，就是拿着豆浆或者水，没走到地铁站就气死。哎呀，还有一种情况，很多我知道很多男同胞是这样，就喜欢拿个手机看个书啊，或者拿个报纸啊。我从小就被我妈骂，就是一边看书一边吃饭，说这样也对消化不好，是不是？是这样的，这个的道理呢，也是因为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对吃这件事情的一个关注，那么分散了大脑的注意力，大脑没有把主要的关注点、兴奋点放在吃、消化、吸收这方面。长期平时都在看电视一边吃，看电视，小孩听歌没事吧？哎，这餐厅不是都有放的音乐吗？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可能会有助于你的消化和吸收。哎，真的，长期的吃饭的时候看报纸、看书、看杂志、看电视，长此以往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今天我们讨论的消化不良的问题。哎呀，那我得改改了。我是吃饭和上厕所没有书不行的，哪怕看同一本书。哪怕一定看。你说下病了是吗？真的，很多人真的是这样，上厕所必须拿报纸，看吃饭必须一个人吃饭必须拿本书，就是所以怎么改呢？怎么改？我觉得就是把关注点放在吃这件事情上，做一件事情就好，不要同时做很多事情。如果你同时做很多事情的话，你的做每一件事情的这个人体的这种兴奋度、人体的这种认知的程度肯定就会低了很多。哎，就是什么都不能喝吗？那倒也不是。喝汤呢？那倒也不是，可以喝适量的这个液体，因为
我们喝适量的液体啊，一方面有助于帮我们把食物往下输送，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更好的把食物给它混合起来，搅拌均匀。所以少量的喝一些汤，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喝一些饮料啊，喝一些汤啊，还是对消化和吸收有一定帮助的。哎，那说到这儿，我采访一下，徐瑞是四川人，嗯，有点偏南方了，嗯，对，小唐是东北人，辽宁人。你习惯是饭前喝汤，饭后喝汤？饭后，四川也饭后喝汤。四川饭后，但南方是先喝汤。对，到底应该饭前还是饭后？哎，是有真的有人说先喝汤容易苗条，到底应该饭前支持饭前喝汤好的，请举手。应该是饭前吧。啊，甭管什么汤，饭前喝，支持饭后喝汤的，一半一半。哎呀，这个题还真有意思了。好，来，请问。李明教授，饭前喝汤啊，会使我们的胃黏膜觉得有食物过来了，有一个容积的这样一种保障感，所以它会反射到我们的司令部大脑里面，那会告诉我们说吃饱了，那么会影响食欲。所以饭前喝汤就跟饭前吃没有，那还有一个说法说饭前喝汤，广东人的习惯就是说暖暖胃，对吧？哎，汽车在开动之前你还得先热热车，对吧？热热车呢？对，就是。哎，我先告诉广东人，哎，兄弟，明白了。要工作喽，你先暖和暖和。对，所以按照你的说法，广东人的胃都是化油器的，就得先热车嘛。所以饭前喝汤可以使我们食欲减低，吃的少。广东人的身材你没看都要比北方人要好吗？对呀，我这点怎么没想到？所以以后各位，如果你想苗条想减肥，饭前喝汤，但是别喝太多，吃不下去了。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饭后做什么有助消化？哎呀，这道题直指人心，绝对是特别混乱。饭后做什么有助消化？坐着、躺着、坐着、走着、躺着、坐着、走着、躺着、坐着。哎，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后不要走，活到99。这打了多少年了？然后还有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啊，还有躺着平平胃呀，是啊，啊，所以来，四位观众，请拿起你们的表决去，请表决。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一定是说有助于消化的。各位支持选项 A 的，请举手。差不多一半，哎，一半多了，一半多，一大半人。将近六七十人支持选项 B 的，躺着的，我感觉爱躺着的。剩下是 C 对吧？55号这位，我觉着躺着应该先躺几分钟吧，等消化消化，然后再运动。哎，要照这么说也真是，你想胃咔哧咔哧咔哧搅拌吸收那么累了，你也躺会儿，让胃也歇会儿。嗯。你这不是没有，但是吃完躺着会难受吗？没有，小磊，你这不是没有科学依据哦。胃的动力靠什么？靠血液，对不对？哦，血液来驱动。如果你躺着的话，你哪儿都不费劲，哪儿都不用较劲，所以胃那血液就可以完全集中到胃上，去全身心的，刚才像教授讲的专注二字啊，专注的去做消化这件事儿。那坐着也可以啊。你坐着的话，大腿得使劲儿吧。屁股得使劲儿吧，因为我觉得平躺吧，压得慌。一顿弄60多个饺子，吃完这哈，跟锅似的。来，我们先看看这个现场观众怎么选的，四位观众的选择。看，两个坐着，两个走了。来，最后的选择，小唐。我也是坐着，因为吃完饭马上出去活动，走是不好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广告之后告诉你。欢迎大家回来，健康之路，饭后百步走能活99，这句谚语不知道流传了多少年。今天我们的李明教授提出的问题是，饭后做什么才真正的有助于消化？你会选走路还是选坐着？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啊哈，完全颠覆了我的想太多，就是应该不是我理解这个走是什么呢？比如说徐瑞，咱们一块儿吃饭，对啊，完了然后聊会儿，聊了几分钟天，然后走，咱出去走走，对对吧？你别那么看着我要下次吃饭，我一吃完我就拉着你出去走。
为什么？为什么？来，只有两个人答对了。来，对不起，其他的观众，请灭灯。两个人，我们看看是谁啊？40号，13号，来，掌声鼓励一下。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李明教授？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坐一会儿呢？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话没有错。肯定的讲，它会对我们的消化和吸收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关键是时间，什么时间饭后百步走？好，来说一说。关键的呢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那么我们提倡的是什么呢？吃完饭以后先坐一会儿，坐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让我们的血液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胃消化道当中，帮助我们去消化和吸收。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站起来走呢，一方面你的精神状态可能不会专注于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另一方面呢，你的血液大部分的集中到了骨骼肌和腿里面，所以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和吸收。所以如果说大家要想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的话，一定要注意是在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去进行这项活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是基本上要消化一些了。那躺着为什么不行呢？老师，躺着呢？躺着，你问得非常好。徐瑞霄那边看，整个有一个巨大的消化系统的模型，还有何佳博士，他通过这个模型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躺着。有请何博士。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话，刚才我们嘉宾已经提到了，这个好吃不如饺子，然后这个舒服不如倒着。那如果你刚刚吃完饺子然后马上你就倒着，那么就容易得一个疾病，我们这里就要给大家介绍的叫做反流性的食管炎。怎么回事呢？看看这个模型。如果说食物从这里吞咽进来之后呢，会经过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里。当我们饱食的时候啊，如果吃了一肚子东西，当这个胃里面都充满了物质的时候，大家再想一想，再加上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时候啊，胃的压力是增高的。正常情况下呢，在我们的食管的下段接近这个交界的位置呢，这个位置呢，它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些肌肉通过收缩可以把这个胃和食管分离开。如果说当这个胃的压力增高，如果我们又再躺下来，那么这个时候食物啊，还有这个酸性的这些液体呢，就容易通过胃和食管的交界进入到食管里面来，那么这样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胃里面啊，它是一些黏膜的组织，它可以分泌一些保护性的物质，防止这个胃酸的侵袭。而我们食管呢，正常情况下因为有唾液的这个分泌，所以说它是一个弱碱性的环境，它不能够承受这个酸的侵蚀。如果长期的这个胃里面的酸性物质回流到了食管里面来，它就可以造成食道的发炎，形成反流性的食管炎，也就是大家平常说的可能会有烧心的感觉。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作，那么这个食管的这个上皮组织啊，它会一会儿破坏，然后又修复，又被破坏又修复，在反反复复的破坏和修复当中，就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的肿瘤。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当大家饱食以后啊，当然前提是不要吃太多东西，如果饱食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够躺着。所以呢，这道题的答案刚才我们专家也说了，不能走着，所以呢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坐着。好了，小磊。好了，谢谢何博士。那其实节目的最后，我们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跟大家交流的，因为现在都市人的生活都工作节奏都不一样了，很多朋友我知道都是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去吃宵夜。有的人说我今天累了一天了，我一定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吃完之后可能在最多半个小时打个车到家，然后洗洗就睡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跟躺着是一个道理，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怎么样建议大家这个晚上这个吃饭应该什么时候吃，吃完之后多长时间，然后再去睡觉？我们知道胃的这个排空时间是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胃把食物推送到小肠里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晚上吃饭要在6、7点钟吃，然后呢到了10点、11点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排空了，那么这个时候再躺下去睡觉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时间去让它把胃里面的食物排空了再去躺下睡觉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多活动活动。
那么在吃完饭以后先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起来活动活动，溜达溜达，帮助这个胃里去，千万不要吃完饭就躺下，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不好。所以为了帮助消化是需要溜达溜达动一动的，但是不能一吃完就去溜达。最后再强调一下，吃完饭之后到运动我们大概需要有多长时间？从吃完饭以后到运动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嗯，尤其是如果你从事比较剧烈运动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就需要一个小时以后再去从事剧烈的活动。如果要是从事剧烈活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要是从事剧烈的活动呢，会出现轻的是出现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肠梗阻啊，或者说甚至是肠穿孔啊这样的严重的一些急诊的并发症。哦，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吃完饭之后呢要动一动，但是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动。谢谢，谢谢李教授。如果一定会觉得简直你在侮辱我的智商，但是各位看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饮食的习惯真的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所以希望大家记得这些健康的饮食知识，希望你拥有健康，健康之路，我们下期再见。人的好坏至关重要，特别痛苦。我姥姥就犯这病，然后我姥姥就告诉我妈，然后我妈又告诉我，我妈也犯病，我也犯病，我们家三代都是胃不好。但有些饮食习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那么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肠梗阻啊，或者说甚至是肠穿孔啊这样的严重的一些急诊的并发症。饭要天天吃，但怎么吃才既营养又易消化吸收？健康之路，敬请收看。